现在心情特别激动，然后当然也是特别开心嘛，因为毕竟在就是中国以外的国家，然后度过这样的就是自己青春的四年，觉得过得飞快，然后又觉得非常值得怀念。对，就是感觉马上就要毕业的话心情也是比较激动的，但是作为学生的话，就是接下来的话工作的话就有一份责任了吧，就和学生生活会有点不一样。整个 college 非常专注于 diversity， 非常专注于inclusion， 所以他们很包容各个学生，各个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。留学四年，我觉得我收获一项最重大的技能，就是从今以后随便把我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让我跟一些不认识的人，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地区的人交流的时候，我都有一种可以自如应对的能力。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能力，在国内是比较难获得的一个技能。Being the only, you know, non-English speaking student in the program does give me a lot of opportunity to really reach out to understand people that are really different from me. 日本的大学更多的就是让你自己去研究一个东西，然后让你自己自主学习比较多。国内的话，可能更多的就是怎么说，接收老师给你的知识这方面会比较多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差别的地方。我们逆着人流跑过来，跑了2公里，拿出了追星的镜头。因为是学电影的嘛，就是特别激动。对了，然后张导作为一个中国的导演，今天能领这个荣誉学位，我们都觉得是中国人一种荣幸吧。对，专业没选错，对，专业没选错，耶，学校没选错。对了，学校没选错，专业年纪没选错，以后张导就是我们的师兄。建议的话就是好好学习吧，别老天天吐槽什么哎呀这个我们学校不好怎么怎么地，其实我们学校挺好的。嗯，对，还有就是租房子千万不要租5楼还没有带电梯的。对，这两天真的搬家，昨天让收家具的来我们家看我们家家具大概收走了多少钱，他跟我说11万，我就有点对搬家倾家荡产，就对租房子的时候要多注意一点。对，我今天毕业啦。早稻田的教授们确实很可爱，然后毕业嘛还确实蛮好毕业的。在日本的学生就是能上就上，上不了就回国，别天天的在朋友圈里边，我可以说脏话吗？别天天在朋友圈里哔哔哔哔发什么东西，哔哔哔哔，结束。我觉得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，我希望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能想清楚我之后要走是哪个方向。 Don't do it. I'm just kidding. 我会觉得说早点开始拍东西吧，就这样。觉得前两年在上 foundation 课的时候应该也开始自己在学一些专业的东西了，现在就是这个有一点后悔。对的。 Don't be shy because you are great.希望大家努力拍片，振兴中国电影。我的话，毕业就马上回国，这个月底我就要开始工作了。现在在日本上几年班，但是具体的时间也都是看情况来定，最终还是要回国。毕业之后，打算先在国外积累工作经验，然后迟早还是要回国，因为我的理想是为人民服务。我的建议可能要回中国去发展，因为从影视文化产业这个角度来说，中国现在是最好的时期，年轻人的才华不会淹没，机会特别多，而且相对门槛也比较低，回家去创业。